秦朝作为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历史意义。而秦朝的开创者秦始皇，也是被后世之人尊称为千古一帝，足以见得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可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王朝，从建立到灭亡，仅仅只有十四年。与此同时，历史上对于秦始皇这个人也是褒贬不一，而且很多时候人们常常把秦朝的灭亡归结到他的暴政上。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暴政只是一种假象，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那样。后代史官不敢写，也不想写，那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说起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与过，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他统一了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时在这之后，也是励精图治，统一度量衡和文字。 设立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封建专制制度，让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秦始皇也有遭人吐槽的地方。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暴政，想必这也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吧。有这样的标签可不是空穴来风。从一些事件就可以得知，就比如他焚书坑儒，烧毁很多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连带着其他学术流派的著作也未能幸免，还坑杀了不少无辜之人。 这些大部分都是有学识、有能力的人物，如果好好的加以利用，必定会为秦朝的发展做出贡献。只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其次，他就是遵循韩非子的法家思想，采用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样的做法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太过严苛，就拿秦律举例，这部法规可以说是当时秦朝的基本法典，很好的约束百姓，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这秦律实在是管的太宽了。 就连随地吐痰或是扔垃圾都有可能吃官司，这谁受得了？最后，秦始皇这个人也是一生征战，双手沾满鲜血。为了稳固刚刚建立起的政权，自然要采用强硬的手段。对于一切阻拦他前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处理掉。就比如他活活逼死了意图掌权的吕不韦，变相或是直接杀了原本六国的君主。虽然其中有不少已经选择投诚，愿意俯首称臣，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选择放过这些人。 而是杀之而后快，这也就让我们认为此人杀伐果断，毫无人性。因为以上种种事件，秦始皇一直备受世人争议。很多时候，人们也把秦朝的灭亡归结到他的身上。可事实上，真正的秦始皇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焚书坑儒一事，人们只知道秦始皇坑杀了很多无辜，烧毁了不少的著作，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秦始皇杀掉的大部分都是术士。 这些人虽有学识，可是各有各的想法。这些存在巨大思想分歧的学者，不但难以为己所用，反而还会动摇统治的根基，左右百姓的思想，所以也是该杀。还有他大兴土木，修建万里长城，在当时来看，的确是劳民伤财，而且死伤高达一百五十多万，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死亡只多不少。人们谴责他也是正常，但是从长远来看。 北筑长城，却很好的抵御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入侵，而且也避免了中原王朝的分裂。这样来看，其实是利大于弊的。而从其他方面来看，秦始皇也是一位很仁义的君主。他在秦朝建立之后，从未杀过一个功臣，比如开国武将蒙恬、李信等文臣李斯、冯杰等人，在后世记载中都没有被杀害。反观汉朝等其他朝代。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开国功臣被无缘无故杀掉数不胜数。这样一对比，秦始皇还是很重情义的。同时，下属的建议和决策他都会认真听取，选择最佳治国方针政策。当然，这并不能说明秦始皇一点错误都没有，只不过他犯的错，其他的帝王也同样会犯。毕竟时代背景摆在那里，传统思想束缚人心，他不可能脱离时代。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可能会有人说了。 他加重赋税，治国严苛，最终秦朝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政策导致的弊端。难道他没有责任吗？我们不得不承认，秦始皇治国理政的方法有弊端，导致秦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也一直致力于进行改善，毕竟他也是第一次统治如此大面积的国土，暴政也是为了在短时间内结束混乱局面。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秦始皇常年巡游全国各地，目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加以解决。 最后还在第五次东巡的时候病死在了路上。你说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帝王会是昏君吗？在他去世后，按照原来的安排，皇位是要给公子扶苏的。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皇子胡亥也觊觎皇位，并联合赵高等人谋权篡位，杀了扶苏不说，其他的二十几个兄弟姐妹也未能幸免，手段可谓是极其残忍。而这秦二世继位，才是真正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他延续秦始皇的政策。 可是他没有秦始皇那样的雄韬伟略，再加上他贪图享乐，所以没有办法掌控大局。与此同时，赵高和李斯等人干政，陷害不少忠臣，这让之前隐藏的问题愈加明显，社会矛盾激化，所以紧接着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争夺天下这些事情的发生，肯定是和秦始皇没有关系的。 只能说是秦二世自作自受，要不是他昏庸无道、滥杀无辜，也不会导致秦朝早早面临灭亡的结局。对于这一系列的变故，后世的史官也是没法记载。一来是秦二世只在位三年，而后又有个秦三世，但是只在位几十天，总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这二人身上吧？二来就是这秦二世比秦始皇更凶残，史官要是实话实说，肯定遭杀身之祸。 为了不得罪皇帝和其他的权臣，有些实话能不写也就跳过了。久而久之，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秦始皇身上，以至于造成了对他个人的误解。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想要了解其中的故事，只能通过文物和史书。可是这些史书所记载的内容，真的是全部的真相吗？ 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不能只是片面的从一个角度来分析，而是要站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更全面、更客观的来评价。即便是秦始皇坑杀的是儒生，在当时来说，好像也并不是什么大事。要知道，先秦以前可是有诸子百家的，就算是毁了儒家，似乎影响也并不很大。而且秦始皇也并没有赶尽杀绝，反倒是儒家在后世独尊儒术，行了灭绝之事，导致儒家一家独大。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秦始皇并未毁坏医学著作和农牧等实用书籍，对百姓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秦始皇的举措基本上都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不存在倒行逆施的行为。若还说秦王与始皇帝的暴政，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根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考古学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记载来看，秦始皇在世时，秦朝被治理的很好。 并没有发现暴政的现象，而且反向推断一下，秦始皇从前治理秦国时都能把秦国治理的很好，怎么到了秦朝时期就突然不行了呢？这也说不过去啊！如果说秦始皇是个暴君或者昏君，他又是有何能耐统一六国的呢？难道说六国的国君连一个昏君都打不过？这显然也说不过去。其实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很简单。 就是灭亡在秦二世胡亥手中。胡亥的皇位本来就来路不正，他与李斯还有赵高联手矫诏，才夺取了皇位。为此，还将自己的二十余个兄弟姐妹全都诛杀，其中就包括公子扶苏。胡亥嗜杀，不但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连朝中的大臣也杀。效仿秦始皇东巡时，一路上也诛杀了大批官员，惹得百姓们怨声载道。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丞相李斯在辅佐秦始皇时。 协助秦始皇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这些李斯都有参与。还有影响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郡县制，其实也要归功于李斯。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支持，秦始皇才下定决心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在秦始皇时代，李斯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算是一代贤臣。可是秦始皇驾崩后，李斯辅佐胡亥时，却完全变了个模样。胡亥继位后。 李斯生怕自己得不到重用，他看到胡亥性格残暴，于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如何以残暴的手段统治秦朝，希望能够获得胡亥的宠信。李斯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连他都变成了这个样子，秦朝哪还有不亡的道理？可是后世的史官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却把过错都推给了秦始皇。至于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他们为了讨好当朝的皇帝，不敢写也不愿意写。 生怕万一不小心得罪了当朝皇帝，落一个抄家灭族的下场。